人有两个前动关节，好，髋关节就是前动关节，但是髋关节因为没有神经，哦，你一定到某个层次你才觉得痛。可是我们手哈，你手背就是前动关节，任何角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你有点痛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啊，这不行了。好，那我们请金老师哈，大家都要起来做好不好？啊，金老师。大家站起来，把空间取出来哈。手摆动的时候，不要打到别人的这个范围内。稍微交叉一下。啊。等一下的动作，全身只有手背在动，其他都保持正直，所以只有你的手背在动。左分左右两次哈，左手一次，右手一次做法。刚。主要是预防时间的动作，就从日本医物理学的这个，你收干啊，从日本过来的，90年的日本人。第一个站，立正站好，自然两脚稍微张开一点，自然就好，放轻松。左手先从右手开始做，右手手臂手掌向前，四指并拢。所以到时候是手拇指跟四指是分开的啊，尽量让它有一个撑的力量，大拇指跟四指是撑开来，尽量能够撑开来，让这边的肌肉紧张啊，撑开，然后拇指向后，手掌向前，拇指向后，然后顺势一直往后，尽量能。重点是身体要保持正直，都不要摆动啊，只有手臂向后，尽量沿着你能向后的范围，让把肌肉慢慢拉开，拉上来，放上来，一直到你的手臂靠住你的耳朵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四指跟大拇指应该是左右相反的方向。最后这个动作，你先看我的慢动作，等一下是瞬间做这个动作，你先看我的慢动作，180度转过去，大拇指换到左边，四指换到右边，啊，是180度转过去，但是这个动作是要瞬间，啊，瞬间转过去，啊，再一次，从转到转动的时候，这个肌肉都一直是拉紧绷的啊，手掌向前，大指向后。向后旋转，转上来，手臂靠近耳朵，翻转，正确会啪一声，你要转到你有感觉到有听到哒一声哈，哪里的哒一声？肩在手背肩膀这个关节的地方，然后用自然落体的方式让它下来，全身手放松力量。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一股血，这个气会到那个手臂上去，一样换手，掌心向前，拇指向后，身体保持正直，慢慢手臂向后翻，向后转，手臂靠近耳朵，转，有听到声音吗？咔一声，然后自然转。OK， 一天大家做个一两次，让可以把这个预防，让可以用肌肉拉紧的这个动作，啊，让你的关节能够做一个活络。分手做不要同时两手一起做吗？两手一起做的效果没有单项做的好，因为你单手整个肌肉是紧绷的，要多做几次。老师，金老师，你也可以。那意思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看得到。再一次，没办法啊。右手开始哈，掌心向前，大指向后撑，大拇指跟四指要撑开哈，然后向后旋转，这个手臂肌肉紧绷，慢慢手臂靠近耳朵，180度旋转，自然落体向前。好，换左手，掌心向前，大拇指向后，向后旋转，
身体尽量维持直的啊，不要跟着动。手臂靠近耳朵，180度旋转，自然下一般他第一次的都会大力伸，做一次大力伸就整个归位了。来，这个等一下会再做一次哈，大家有印象了哈。那我们再讲这个玄龙背哈，这个已经失传200年了哈。那你们看看，就那么简单，我们做3分钟嘛哈，3分钟就好了。我看几个人能撑3分钟。刚刚那个动作是动的动作，应该是旋转刚刚动作，现在是一个静的动作，摆一个姿势而已。啊，这个动作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，Hololive 那边传过来。这个姿势一样，自然站好，两手自然站好，先抓住你肚脐的高度，知道肚脐高度的位置。啊，两手放轻松，两手慢慢举起来，往前举，举到肚脐高度。现在知道你肚脐的高度之后，手不动，手腕向上凹，把手指向上撑，整个手臂是直的。这是第二动，一共只有3个动作。第3个动作，指尖相向，旋转向内，指尖相向。这个时候手臂要伸直，尽量伸直，不要弯。手指要伸直。手指之间不要接触，感觉是两个电极在中间放电。来，我们3分钟好了，好。右手是你的正极，左手是你的负极。看有几个人撑三分钟。让中间这个电极在指尖中放电，让手撑直，注意力集中在掌心，往前推，往前推直，慢慢你会发现手开始抖。这个时候手臂的肌肉是紧绷的，其他的肌肉放松，你全部把精神放松在你的手臂上面。这个时候从你的肩膀到手臂往前会慢慢抖动发麻，冬天做甚至会冒汗。其实只要3分钟了，要保持手伸直啊，这时候时间手酸了会慢慢手会弯起来，手指会弯起来，手指四指并拢，手指不要张开，并拢就好，往前推，往前下方推，推出去，手臂会酸，那个时候要忍住，让它撑过这个时间。还有最后一个动作，也是关键的动作。还有20秒。等一下，时间到的时候，跟刚才一样，全身放松，两手自然向下垂。那突然间，全部力量放松。你现在是紧绷的，肌肉完全是紧绷。等到时间到的时候，3分钟，放下。还好吧？你会感觉这个气血会从、你会觉得整个热起来，为什么？那六条经脉它全部在走动。他发现说这样子，然后做那个眼花生测试，然后发现整个气脉都起来了。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运动操，这个六，但是脚还有六，他没有教我，我一直跟他讲，11月10号我再请教他啊、他那个亚太论坛他有来，脚没有教我，我们调了所有录影带调不到。3分钟时间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再次高声一下，再次啊，叫一下。第二次，学习。我下次把动作再教一下。就是说时间不要那么长，对，让他做哦。既然来就要学会东西嘛，哦。两手张开，要等3年。两脚张开，保持轻松。3个动作，第一动，两手向前举到肚脐的高度。第二动，手腕向上，手指向上翻，就手腕动。第3动，四指相对，其实是5指相对，这时候手指并拢，手臂伸直，手指伸直。你可以慢慢让指尖接这个
这个距离渐变短，但是不要碰到，好，保持这个姿势，我们做到三分钟，时间到的时候，力量突然消失，让它自然消失，不要故意甩出来，就是让这个自然全部力量放松，然后一股热气就会过去，这个就是旋龙背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现在还在，前面那个再教一下好吗？啊啊，他们旋旋背，嗯，旋旋背啊。整个动作都是手臂的动作啊，整个身体保持正直都不要动啊，让手臂动作，手臂掌心向前，大指向后，整个手臂向后旋转，其他地方保持正直。转上来之后，手臂靠近耳朵，180度瞬间旋转，自由落体，好，换左手，全身不动，左手掌心向前，大指向后，手臂向后旋转，全身保持正直，手臂靠近耳朵，大指四指180度瞬间旋转，自由落体。还有你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郑总这还没走，不然要等三年了、哦。我要等三年了、啊。哎呀，下次不可能是这样子。谢谢。做几下。其实有听到声音，这就够了。大家做一下。这个，今天我们教学的几个都是很实用的，但是你们回去要好好的练习，真的要好好练习，这很实用，在外面肯定看不到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人家90年的绝学一下教完了，我现在肚子也没货了。好，这个我们下礼拜是谁的课？好。